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橡胶手套制造商共有三家，分别是顶级手套、利和斯顿与优格医疗保健有限公司。这三家公司的总市值超过60亿新元。在3月14日那一个礼拜的5个交易日，三家公司录得平均回报率16.3%，表现优异，高出海峡指数回报率3%。三家公司的综合年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100亿双手套。然而，随着行业新军的涌现，本地市场上手套单价也可能受到影响。但该行业长期前景仍然持建设性态度，一些公司仍在继续先前计划的产能扩张。请注意，以上是对股市历史表现的独家点评，不能代表股市未来行情走向。CyberQuote 提供高达98先金贴的投资课程，更多详情可浏览 cyberquote.com/sg。谢谢观看。